用方言吹彩虹屁吧。那我们怎么吹呢？是一个一个往，把会方言的人怎么办？吹谁呀、啊？就吹自己旁边的这个吧，就是讲完左右。那我旁边的，那我就吹你们吧，吹。或者自己选一个好了，自己选一个。我或者我们就往旁边一个一个吹过去，配对吧，然后互相就是往旁边一个一个吹过去。那我们配吧，配对，配对吗？我没有七个人。啊，对哦。哦，那就决定顺序吧，一个一个过去，就一个一个过去，然后再转过来。OK， 就先从五折开始。哎，你教我说你的方言吧。你是哪人来着？我是湖南人，我教你我们那边方言，你就说自己很漂亮。我真的特别的漂亮，我超级乖，我超级乖。你这个是方言吗？是。你我是方言吗？是。湖南人告诉他我是方言吗？是。哎，那我讲一讲，就是你想说什么？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？你闻到我的味道没有？你闻到我的味道没有？你要说没得。没有。方言没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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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那么像南京？那你怎么一出来味道都变甜了？快！那你那么一出来味道都变甜的？你好像汪海上升了。味道都变甜的。说完了。哇，好甜啊、哦！要我告诉你一句吗？我刚刚还查了好多。我对他说吗？嗯，对。这是做好准备，这个油腻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要称呼你为您，因为我在你的心上。你要用湖南话跟我说。是你跟他说啊、哦？你个锤子！你怎么成湖南人了？你怎么是湖南人了？跟我说。因为你是我的心上人。好，下一个那个前辈。我就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吧。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不是这个样子的、so、是他要称呼你为您，因为你是他的心上人。我说 OK 啊，可以啊。你刚明明没有说。那好吧，那大 C 前辈是您说的真好。好难过。我可以就是用随意的那个方言来吗？随意的。我切换方言吗？方言。萨瓦迪卡。哦，萨瓦迪卡。水晶晶，龙门门，离得太少了，这个比你地道。我就是从那边来的，大家都不知道吧？我们都是从那边来的。我不是，我是来自中泰国际广场，所以中泰国际广场都这样说话的嘛。我们这样子有点像刘欢老师，所以我觉得。您唱歌特别要好听，谢谢。我就觉得要有机会我们可以这样子唱歌吗？那我们再唱歌。我和你，你我你、啊、要用泰国的呀。你我的你可以下一首，下一个、啊、下一首，下一首，下一个，唱起来了。唱一个啊，唱一个、啊、唱一个、嗯，南京话啊，我听。哦呦，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潘西，正是漂亮的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，长得这个脸哦，太恩真了，恩真了。教你们科普一下，就是潘西就是漂亮美眉的漂亮美女的意思啊、然后恩真就是非常来事哦，不对，那也是南京话，非常来事，非常来事。恩真，然后就是说一个人非常的厉害、漂亮哦、棒的意思。哦、然后来斯也是棒和厉害的意思，就这两个都可以用。哦，哎，但我感觉有一点能听懂，能听懂啊、感觉我长得非常认真，非常 nice。不是认真，长得很认真。对，
然后我以为你们南京说是不好看，就说是特别的马虎，嗯，特别随意，长得、对。OK， 下一首，哦，不是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真的，怎么说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一下，因为如果说，老妹儿，你们这个都是有点太低级了。对对对，你把我想象成一个东北穿貂的大汉。俺稀罕你，俺就像一个盲流子。盲流子，等会儿再解释。哎，盲流子知道吗？啥流氓？他以为倒过来了。嗯，盲流子不知道啊。盲流子，盲流子，这是一个流氓，流着哈喇子，哈喇子，押韵。你就是个盲流子，不是盲流，就是盲流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文盲，就是好，继续，继续。我就像个盲流子，啥科也整不出了，然后啥来着？我看你挺能整的，呀，突然好香啊！然后啊。我脚的你浑身上下都哪儿哪儿都贼带劲，贼带劲，真的吗？真的呀，真的。我这嘎的除了你没别人了。那感觉像在看春晚。听懂了吧？听懂，可以听懂。对对对，就觉得东北话真的好，能就是有传染性。哦，有传染性，而且听的人很欢乐，是不是？对，认真正带点搞笑的感觉。啊，然后我的话，就是我一般都说普通话嘛，就是其实我们河北是有方言的，但是我不太会。然后我之前有自己去查过一些，让我试一下，跟思思说。好，来吧。这闺女，真俊啊！你确定就啊？俊，真俊，俊俊呐，俊。然后还有真詹，俊俊，真詹，不是如坐针毡，如坐针毡就是那个毡，毡不毡就是行不行的意思。如鲠在喉，你可真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，对，就是毡不，就是那边的一个方言。是哪的方言啊？这河北的。河北的。对，然后毡不有河北的朋友吗？他说的对吗？没有河北的朋友。没有，我好孤独。这么多人，我好孤独。没有河北朋友。对，那我们以后的魔爪要多伸向河北一些。嗯，要去巡演。对，你要去下一站巡演河北。结果人脸都很熟悉。哎，还是这一会儿。嗯，然后就没了。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有这个两字够了，真的。尊重。啊，然后思思呢？我看我啊、哦盲流子，你流哈喇子骂谁呢？我们那儿的方言是湖南话。嗯，哎呀，你望着我一下午湖南话想不起来了。你咋变成东北人了？哎，不，我也咋变成东北人？哎，你咋回事儿啊？月亮爸爸兜里做个嗲嗲。呀，你咋是湖南人呢？哎妈，好笑！嗲嗲出来买菜，兜里做个奶奶，来来来，出来绣花绣个糍粑。你骂我？可以。你猥琐吗？长得这么的靓塞嘞？你说谁猥琐呢？不是猥琐，是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的意思。嗯嗯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靓塞嘞？靓塞，靓塞，就是好看。哦，对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一学。就没了。我那么有内涵的一个人，你就没了？没了。我回家再夸你。可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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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